嚯，这么大花篮。大伙说这是烫头的是吧？哦，这给于老师的啊，还是我的？嗯。这是要憋着剃头呢。嗯。告诉我是大连的朋友送来的樱桃是吧？好，谢谢啊。嗯。哎呦，这孩子也来了，哎呀，空手来的。嗯。啊，嗨。这台上怎么这么多的白粉呢？哎，谁知刚才他们谁撒的？嗯，这准是有一级演员捣乱。你说你有意思吗？多好玩啊！给人孙越叫上来，后台很开心。嗯，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在后台洗个澡了。嗯，一会儿你们看人就瘦了，都洗下去了是吧？今天是纪念我师父侯先生、侯耀文先生的专场。对，在后台聊天说到侯先生的时候，大伙都非常的感慨。哎。啊，尤其是前两天和师傅宽先生，嗯，一聊这事儿，老头眼圈都红了。怀念，人生得意知己不容易。是，说句良心话，有人说了，我朋友多，嗯，30个50个都是我的朋友。哦，您可记住了，交朋友长住了眼。哦，啊，如果说交几个酒肉朋友，宁可没有，不可取。吃饭喝酒有他，有事儿扭头就走，不帮忙，这朋友别交。嗯，是不是？我觉得人一辈子有俩朋友就够了。这俩朋友是什么朋友？好比说，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就足够了。怎么就够了呢？张三可以借钱给你，那李四呢？张三敢要账，让李四打他。哎，您什么人性啊？这是，你照我说的这办就行，就可以，就可以啊，足够。对我来说，有您一个人我就知足。啊，自己打自己我。有您一个人啊，说句良心话，盯得上千军万马。哎呦，您夸奖，能跟于谦老师合作是我的荣幸，过奖。43岁了，对了，43岁。嗯，往回倒43年前，嗯，您的出生是中国相声界的一件大事。您这个严重了，真的。43年前那一年，嗯，天气不好，哦，天下大旱，没水，也没有水，没有粮食，粮仓子都没有了。哦。仓也空，井也空啊，仓井空了、啊嗯，这就绕的人吗？您这不是？43年前啊，他父母并不知道，当天晚上就要降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哦，还不知道的啊？老太太当天，哎呀，啊，肚子胀、嗯，没有食欲，没有想吃东西想法，吃不下饭。父亲还问呢，啊，夫人吃点什么呀？是啊，老太太摇摇头，嗯，唐僧到哪儿了？妖精啊！嗯、要吃唐僧肉，这是不是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您倒说清楚了啊！肚子难受啊，到了半夜，嗯，12点，那叫子时。哦，老太太一较劲，嗯，苦差生了，拉了，这是，这不是生了？这、哎、说那么恶心？苦差苦差的呀、嗯，咱没生过。啊，当当当！哎，弹簧弹出来的，生一大胖小子，就生孩子。满月的时候抱出来，凡是看过的都挑大拇哥。怎么呢？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相好，此子日后了不起。哎，不至于。看面相，这个人看脚、嗯。哎，这、嗯、这怎么看出来的？这是？对不起，不会说，反正看面相了，脚、啊、着了不起。啊，这嗨。觉着了不起，随着您的成长，果然您是这份的、嗯、啊，也不能这么。在这个后台来说，这是最有文化的人，还有文化，好看书，喜欢学世界名著、古典文学，嗯，哪一本都能倒背如流。好，也不至于，真的啊，有会儿功夫看书，嗯，坐在后台拿着，那倒是。咱一瞧，罢了，人家看着书高了，嗯、爱学，钢铁是祖母练成的。哎，我看书都说外地话，嗯，钢铁是祖母练成的，还是。我知道祖母练成的，哎，对，我看的是药匣子那本啊，不是，啊，那叫什么来着？是怎样练成的？怎样练成的？对，这是俄国书，哎嗨，俄国的，俄国的哈，嗯，国内的古典文学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啊，倒是都看过，《三国演义》啊，《水浒传》是，《西游记》嗯，《西厢记》啊，《西毒记》哎啊，我看着要进去，这是不是？是，反正古典文学名著看了很多，哎，倒是有几本啊。一看书是，他得一大桌子，啊，桌子小了看不了书，摆不下。正当中放这本书，好、哦，旁边放本字典，啊，字典边上本工具书，
怎样查字典？哎，这我就别看了，这就我连字典都不会查，我费多大劲呢？看本书，忙活死了。不过他忙活，哎，哎，行了，不容易。哎呀，不容易，废寝忘食，那错不了啊！啊，在后台脑子比我们都超前。哎，我叨腾的啊！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夸过于老师脑子时尚。哦，真的啊！第一个开微博的是他啊，这倒我早啊。第一个用微信的是他，是我都纳闷，微信他坐在那儿，阿丽，微信干嘛呀？嗯，这个微信，你看我给你嫂子发一个啊。老婆，我很想你。我媳妇儿发过去。嗯，我干嘛呀？你等着，嗯，一会儿他就回过来了。是啊，给你，你拿着看。演示。拿过来一看啊，嗯，我都傻了。怎么呢？上面有行字，写的是对方正在偷人。嗯啊，不是，这回复的太细致了吧？这师哥，这个怎么回事啊？什么呀？对方正在输入。呵。哎，我也纳闷儿，我在这儿了，他怎么会反映出那个话来？得去，您这太想法太邪恶了，您这看眼神不好，看差了，偷人输入很相似，我去，差远了，这个吓我一跳，我说太神奇了啊，太神奇了，反正我说这意思，跟后台这方面他这个啊，我倒喜欢这玩意儿，玩那魔兽世界。这游戏什么侯震呐、啊、郭麒麟啊，要郭麒麟玩这个有情可原，这个岁数、嗯、他也跟着他带着，哦，他叫什么团体副本，我也不懂那玩意儿，哦，有吗？是这么说吧、嗯，就一大帮人一块打是吧？啊，打联网啊，对对对对对，嗯，玩着还连喊带叫，是这边来这边，哦，郭麒麟跟家静这半夜也喊着，哦，就他教的，那他跟我学，我在跟前儿，我说你干嘛呢？嗯，注册、嗯、玩游戏，对，联网注册还得编一名字，不是说我叫于谦就写上了，那可不是吗？说你叫什么呀？啊。昨儿想半天，嗯，我在后台辈儿可不小，那是，可不辈儿不小呗，啊，我徒弟们管他都得叫大爷，我比他大一点吗？你看所有徒弟好几十人、百十来人见面都叫于大爷，嗯、对，对，我的注册名叫你大爷的，哎，这就要骂街，注册成功，啊，赶等登录的时候可乐之极，怎么呢？欢迎回来，你大爷的，哎，哎，就别客气了。尤其玩的时候啊，打那耳麦里听对面喊、啊、你大爷快点，哎呵，哎，我这一天得挨多少骂呀，乐此不疲呀、啊、我还爱听啊，特别开心，哦，在后台专有台电脑跟着玩、啊、我说你不疯呗，别给我玩玩，好玩啊，这去年夏天我印象特别深，四脖子汗流、啊、是跟后台光着膀子穿小裤衩跟着还玩呢、啊、我电脑都不走了，干嘛？电脑都热得动不了了。哦，他也有主意。嗯，主机盖打开了。嗯，来点冰块倒进去。哎啊，降温是这么降吗？我乐了啊！这电脑是张大民他妈牌的，这是。哎，这好嘛，净吃冰了。吃冰块，反正在我们后台这是个高人。他、啊、就喜欢这些东西。哎呀，想一出是一出啊！啊，玩完电脑把毛笔抄起来写字儿。哦，还书法练字。哎呀，后台谁要去了？于老师签个字吧。啊，写毛笔。那是。哎，写自个儿名字。先是。我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的？我这名写那么长，写这个啊，有时候在后台，哟，您干嘛？写兵法呢？我写兵法呢？你瞧多大能？呵，谦儿哥，别、啊，请叫我孙子。哎，哎，你受了吗？你瞧我这一辈儿一名，这挨多大骂这玩意儿？这喊着、嗯、孙子，啊、他这哎，你在听电脑里面，你大爷快点。我都不知道我站哪辈儿上了，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其实非常好啊，那要不早死了，真的，这个心态就是天真童趣，我不往心里去，真的、嗯、你看他呀，皱个眉头想事儿没有啊，不干这，老是高高兴兴，该吃吃该喝喝，那当然这个生活的状态值得我们向您学习，找乐嘛，是不是啊？身体非常好，是，而且特别有规律啊，这什么时候睡觉到点准躺，那是该喝水了，嗯，该吃饭了，对，该吃水果蔬菜，一点都不耽误，绝对按时，早晨7点钟嗯准时排便，
这个也是要规律。列位，这个对身体最重要了。啊、当然，便秘什么对身体都不好。哎，早晨七点，于老师准时排便，定点儿，九点准时醒。啊，我拉床上了，合着。啊，我这都不能自理了，合着。常年常年这样。哎嗨，对，还好几年了，嗯、这挺好，而且好呢，热心肠。我都这样，我还怎么热心肠？谁找帮忙都去。哎呦，我还好这个。那是谁家有事一叫于老师帮忙，准去。那是啊，你有朋友开饭馆，短配菜的，于老师帮忙来，去了。我有。当当当当当当，给人切菜。是。哎，缠着好些个药布回来了。啊、把手切了。谁家有事于老师给喂狗来吧，去、喂狗去。哦。哎，给狗弄吃的。那是。反正你只要求到他。没有反驳的时候，好帮忙是不是？嗯，他旁边挨着不远，他们家那边有体育场哦，朋友在那儿，他见天去玩去、啊，打羽毛球啊，是跟您一块锻炼呢，喜欢运动，什么都爱干。嗯，那天还说这有比赛，叫我来帮忙来。我比赛我能帮什么忙？你看，真叫他了啊！检查兴奋剂，我还有这个手艺。你看看啊，运动员啊，吃那药啊，吃的东西要有兴奋剂啊，这不合规律，不允许。对啊，所以必须要检查。尿液中有没有兴奋剂？对，这叫尿检。这谁查呀？啊，求到于老师。哦，于大夫，您受累吧。你瞧他尊称，你看自个儿买身白大褂去了。哎，自己买白大褂，来白大褂，来白帽子、嗯、啊，来听诊器啊，这都自备、嗯、去了、啊、到体育场，单有烟雾的检查兴奋剂，专门给我预备。自个儿喊、嗯、于大夫到，自个儿喊啊，行。哦，有工作人员，于老师来这边来，掐着前门进来，进、嗯、没大桌子，那是，一杯一杯的都摆好了。哦，我该检查了。于大夫，嗯，请吧。嗯，好的。这大夫的尊严，嗯。哎，你先等会儿，这个运动员发烧了，这不必检查了。哎、这是。规矩，大户人家的规矩啊！哎，哎，呵，嗯，身体很健康，白喝了吗？这不是？嚯，反上来了！嗯，这不糟践、哎。注意控制血糖。遇上甜口的了，哎、嗯，一饮而尽。提醒他注意个人卫生。哎，这就别过来检查来了。这个结石，嚯，什么运动员呢？这是，实在喝不下去了，啊、这太兴奋了，这个这货，这有药，这个、哎、这得吃多少兴奋剂呀、啊？谢谢于大夫啊，旁边那屋还有啊，嚯，来了，进这屋啊，这屋也大案子啊，换大杯的了，这么大杯，于大夫，请，我还来，哦，这我太敬业了吧，有点。哎呀，这什么项目？啊，赛马那马。哎嚯，我全管啊，是怎么着？你看这好人，好人，我这味觉太灵敏了，我就靠这个。那是啊，这个人缘能赐得了吗？啊，马缘也赐不了。那错不了。要不您是我们这一级演员呢？这没听说过啊、嗯。说实在的啊。那个有人找的，嗯，从来没有人提到过钱的事儿，哦，还不给钱，不管什么事一提钱当时就急，我不好这个，不缺钱，是真的，说相声这行里最有钱的就是于谦，嗨，就您的身份最次也得是宾利撞死，哎，撞死我还挑一车，比如你一上街啊，啊，来个夏利，咣，撞死了，给你怼飞了，啊，烫，撞出去了，贴在电杆子上了，嚯。打电杆上下来，啪！还摔一下，也得强挣扎站起来。干嘛呀、啊？在风里边等宾利。呵，哎，我这一下没死直，
所以说啊，能跟您一起合作是我的荣幸。您太客气，我的荣幸。您客气了啊。我一直老说台上咱哥俩合作，其实台下咱们也应该干点什么。咱们俩能干点什么？沾沾您的福气呀、啊！而且最主要的来说，您会的太多了。啊，您客气。真打咱俩干点买卖，你介意吗？咱俩干买卖？就是啊。不是咱俩，你看你乐，不是您有钱吗？反正也别恨大，咱们先干一小的小买卖。咱俩先来一个，干个快捷酒店。快捷酒店可挺费钱。他们说不就挺挣钱，说这话。挣钱是挣钱，尤其二月份那天天都满着的。那也不能就干一个二月份啊，咱们。你看做买卖细水长流嘛，对吧？啊，找一合适的位置，把大堂装得干干净净、漂亮亮的。啊，弄两间客房，你一间我一间。就完了，就给咱俩服务的，多方便啊！方便管什么呀？这不行是吧？干点别的买卖，干别的很大了、也不像话。你说开饭店干别的，也不是特别挣钱。不是你挣钱这玩意儿剑走偏锋。怎么叫剑走偏？得挣邪财，你知道吗？邪财。你譬如说，上西安偷俩兵马俑出来，是吧？兵马俑扛出去一卖，这就是钱。那是钱。那有人看着您不知道，让他看着去呗。他看他的，咱偷咱的，这不耽误。咱这还拦着人家不让看着，你那叫抢是犯罪，懂吗？哎呀呀，你喝尿喝多了，是吗？不讲理了，这个有点。不是，你看我给说含糊了，你这玩意儿，咱俩谁喝尿喝多了？不是，人看着就是看着，不让你拿，知道吗？哦，现在不让偷了，一直也没让偷过呀。哦，对，偷俩走，晚上还点数呢，多新鲜呀、啊，人有数啊。晚上还带着姑拿着电棒哈啊，47号到，呀，48号到，嚯、49啊，49听着是个女的，哎呀。49、50这俩不在了啊，转天没法交代。是，哦，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人看着数数，短俩啊。你爸爸现在闲着了吗？你要干嘛呀？给你跟你爸爸呼上，你一个那儿站着啊。到时候我卖了钱，我再接你来。您卖了钱，您再接我来。对呀、您要卖不了钱呢，那人我明儿人家不吃亏啊。是他不吃亏，我明儿俩就死那儿了，知道吗？呼上你得等你多少日子呀？好，那算了呗，那这咱能干就干，不能干拉倒。这压根儿就不是想法，这个。其实我好多想法啊，我一直想干个游乐场。游乐场。对，咱俩把北京五环所有出口拿砖都砌上，放上水，咱来激流勇进，怎么样？哎，这大买卖啊！啊，这一圈儿，好吧？好什么呀？好，五环整个都砌上，激流勇进，你自己想想，这成立吗？嗯，也是哈、才是的，要都气上再放上水啊，就没法查大车了。哎嗨，哎，您想的太细致了，您这个。那你先说你打算出多少钱吧。干嘛？我打算出多少钱？你有多少钱？我没有钱。没有钱，您这个大方干什么买卖？没钱，我钱都让我媳妇拿走了。你媳妇拿钱？你能拿多少钱？你借给我。我还借给你，你借给我，你到时候我发了财，我再借给你。就这点钱不够咱俩倒腾的了。哎，看见了吗？你有钱咱就干，没有钱就算。我说什么来着？啊，交朋友交俩人，一张三，一李四。张三能借钱，李四打张三。哎，幸亏您还不认识李四。看见了吗？啊、现在张三李四一个人。哎，对，我都占了。不要紧的。怎么了？敢跟你说这个话，就有把握。您有钱？那当然了。怎么？老话说得好啊，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仨月。这不挨着您说的这个啊？是吗？这跟这有什么关系？不要紧的啊，我有五件宝贝。哦，拿出来一卖，当时就看见钱，就这么值钱？那当然了。那您可以说说您？你猜的这是什么？哎，这有这么猜的吗？这？您得说呀，谁家没点好东西？有压箱子底儿的。谁家？当然我们家没箱子啊。啊，嗨，没说箱子。但是我有宝贝。什么呀？这五样东西哪样拿出来，当时就是钱。挨个说一说。拿啊，第一宗宝贝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啊？那会儿还没有你呢。那么早？元朝末年。那是没我。
元朝能有我吗？那会儿也没我，多新鲜！但有这东西了。是啊，元朝末年，嗯，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刀兵四起，狼烟滚滚，大丞相坨坨为防天下苍生造反，定下十条绝后计，恩开武举，要把英雄们一网打尽。吴科长中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才，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开平王常遇春、哦、这位爷马踏贡院墙，搓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揪袍裸带，九破太师，背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牵着头头王，鞭打铁头王，二十七寸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吴科长里边、嗯、这宝贝第一次现身，了不得了，落在了朱元璋的手里了。哦，到后来朱元璋揭竿起义，推倒大元，建立大明，留下祖训，这个宝贝要代代相传。哦，传到了末帝四宗朱由检、嗯、也就是崇祯皇帝。哦，崇祯帝有道无福，在位十八年，汉九年，涝九年，哎，只逼得大西王张献忠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起义大军直抵京华。嗯，大太监曹化淳开张一门献降，张一门就是广安门。哦，闯王进了京，崇祯帝擂鼓创钟，文官不见，武将不朝，万般无奈，身边只剩下秉笔太监王承恩、嗯、君臣二人跌得创创，来至在景山之上，景山就是煤山呐、啊。是，崇祯帝刻破中指，写下血书、嗯、小玉离床，进城之后，我朝中文武刀刀斩尽，个个杀绝，休要惊动我那百姓。嗯，写罢之后，披发显足，自缢于凉亭之上。哎、王承恩也吊死在歪脖树上。嗯，闯王进京，李国珍棋盘皆坠马，铜棍打死吴兵部刘宗敏，霸占陈圆圆。消息传来，山海关气坏了吴三桂，哦、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是焉能不报？啊、下沈阳请清兵，十四王多尔衮带兵入关，江山一鼎，改国号为大清。呵，渊源太大。李自成战死湖北九宫山、啊、顺治登基，甲子年八月，清皇库发现了这宗宝贝、哎、当时顺治皇爷大吃一惊、啊、提起笔来在五朝门外写了四句话、嗯、悔恨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朕、嗯、本西方一纳子，因何落入帝王家、哎、笔摔在地上飘然而去，五台山出家、嗯、从此后大清朝无人敢提此事、哦、一直到了咸丰七年，此宝落在了李王爷的手中。是，那时节是李王爷全朝。嗯，我的曾祖在李王府当差，李王爷爱惜我曾祖，老成练达，忠实可靠，一次酒后就把这东西赏给我曾祖了。哎呦，你说怎么办啊？王爷赏了，有心要吧，嗯，这是倾国倾城的东西；有心不要，又怕王爷生气，赶紧谢过王驾千岁，把这东西拿回了家，可是没敢摆。怎么？这是皇上家的东西，咱家能摆吗？是是，是指望后辈儿孙吃这个就吃不清啊。嗯，到后来御史言官知道了，在皇上驾前起奏一本，说我们家私藏宝贝灭门之罪，龙颜大怒，派官兵到我们家来搜，合着到了我们家，直接的把这东西就起出来了，把我曾祖拿到了大理寺是严刑拷打，后来多亏了李王府的人才把他保出来，就为了这件宝贝哟。什么宝贝啊？一个耳挖勺。哎嗨，说这么热闹，就一耳挖勺啊，这是个宝贝，这不值钱。不光是耳挖勺，还有啊，上面还有耳屎呢。嗨，那更不怎么样了。不值钱吗？不值钱。这是送你的啊，这不要钱哦。第二宗宝贝就了不得了。那您再说，想当初我有一位二曾祖，哦，聪慧异常，是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哦，七岁入得翰林院，身为一任编修。哦，那一日。正在抄书馆中奋笔疾书，忽听得内廷总管口传一旨、嗯、说淑妃娘娘有请。好，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嗯、说别人还则罢了，淑妃娘娘可了不得。怎么？想当初西域有一磕了国，欠我大清三年共饷，万般无奈进来美貌女子西拉玛雅伊斯拉巴汗。什么名字这是？皇上一见此女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孕，要唱杜十娘，封为了淑妃，在宫中是权势熏天啊！今日里无故选召，所谓何来？急忙忙整官束带来在了内廷，但则见碧沉沉，琉璃造镜，明晃晃，宝顶装成，楼台殿阁，雕梁画栋，好一派人间仙境美。跪在门前，口尊微臣在此候旨，耳听得娘娘一声娇呼，说的是你咋才来呢？嗨，哪儿人呢？这是珠帘卷起，金钩高挂，嗯嗯，来在里边。娘娘说哀家昨晚偶得一梦，写了一首诗，请你指点一下、嗯、哦，接过来一瞧，上面写的字儿撇撇如刀，点点似桃。哦，一首小诗写的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嗯，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好嘛，留下来。哎，这还重复呢。抬头观看，嗯，娘娘柳眉带笑，凤眼含春，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流，我觉得心猿意马。啊，那一年娘娘19岁，哦，二曾祖也不过才21、27，嚯，差太远了。正在意马心猿之际，有人喊了一声圣驾到。哟，这可坏了，皇上，古人云有主的干粮不能碰啊。谁说的？这是急忙忙站起身来往外就走，无意中发现地上有宝物一宗，这是捡起来揣在怀中，越墙而出。哦，辞官不做，实指望后辈儿孙吃这宝贝就吃不清了。这什么宝贝？一个鞋垫儿。哎，这嗨，谁丢着一鞋垫儿呀？这可不是普通的鞋垫儿，那是你要感冒发烧吃完就好。哎啊，吃鞋垫治感冒啊？这值钱不值钱？一分不值。你听着，第三样还有三样，第三样可了不得。他是想当初有一位三曾祖，哦，还是曾祖还真不少，做过官。哦，做过一任九江道，不行，为给道光爷上寿，在九江官窑硬烧出一二五彩，哎，掉了地上当当乱响，摔不碎的好瓷艺，是最值钱，上面有道光皇帝的墨宝。这行，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哎嗨，道光写这玩意儿干嘛呀？值钱不值钱？根本就不是。这不值钱，听第四样。您再说说。第四样是个纸盒子。纸盒子，关键它上面有咒语，这个东西就值了钱了。哎，这个是。世界有五大洲：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洲、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亚洲。是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挪威、瑞士、欧西各国，到处都有这个宝贝。哦，关键值钱就这行咒语。他写的是有了肯德基，生活好滋味。哎嗨。纯粹跟娘娘打架呢，这是。对，好不好？这个不怎么样。这些东西全是送的，最值钱是我们家第五件宝贝。那您好好说说。庚子年，嗯，1900年，又早了。义和团反清灭洋，嗯，在北京东城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嗯，怒恼了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城，皇上就跑了，西太后也跑了，嗯，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全都跑了。哟。八国人进了北京，你站南我站北，他站东他站西，把北京城就给分了。哎呀，那时节我们家住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地界。德国守将叫瓦德西，对对，带着兵搜查义和团，嗯，我们家也不哪么多仇人，报过德国人，嗯，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哎，瓦德西就来了，带着这些个兵攻上前，刀出鞘，枪口上了大刺刀，到了我们家，这屋搜那屋找，这屋瞧那屋看，啊，找来找去找了东跨院这间北屋啊，就是放宝贝的这个屋子。怎么办？打开门，这屋里边，嗖，这是光芒四射。哎呦！当时嗷，吓死6个德国人，太厉害了。瓦德西抱着脑袋哭着就走了。啊啊！打这起也不查街了，也不搜义和团了。哎呦！一直等到各国公使联合签字的时候，唯有德国不签字。那时节，大清朝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嗯，一瞧德国不签字，可就慌了。啊！瓦德西将军。为什么不签字？是难道说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吗？啊，瓦德西连连摆手，哎，啊，非是我国不愿合约，只接因在哪国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木器，嗯，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有此物得意志，绝不合约。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口禀中堂，嗯，释放在瓦德西将军所言确有其事，在我国前门外前门大街有家住户，他家有一件宝贝，嗯，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并非无故放光。哼，瓦德西听怎么着？是宝贝，非要二次参观不可。还去？大伙儿都来了，来到我们家，一眼瞧见这宝物了。啊，瓦德西抱在怀里边是痛哭流涕啊，非要带回国给他们国王看看不可。哼，各国公使联合签字才让他把东西带走。哦，多少年都没送回来。李鸿章到死的时候都惦记这件宝贝，是还写了这么几句话啊：牢牢车马未离鞍，临时方知一死难。300年来商国部，8000里外吊名残。啊，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坟犹未息，可叹宝物未回还。哦，到后来多方交涉，一直把东西请回来，存在我们家藏了这么多年。嗯，2007年这一经问世，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什么呀？藏秘排油。哎，这去你的吧。哟，嗯，可了不得，谢谢谢谢谢谢。哎，我救活了门口仨卖花的。这段叫卖武器，说句良心话，轻易的不爱说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谁不愿轻声啊？太累，说个于老师喝尿就得了。哎嗨，啊，也不能老说这个啊。但是呢，你见天说这个也没意思啊。您留神啊，就拿自个儿的，这上面带着什么了？这不是那个啊，没事啊。嗯，哟，啊啊，这抹粉这块在那边。嗯，这个好强，这
这叫卖武器。嗯啊，原来十来年前总说这个，嗯、但这段说相声都不爱说。第一，它温，嗯，没这么多包袱，包袱少。第二来说呢，五段贯口，汤汤汤，谁费这个劲呢？太吃功夫，轻轻松松的说个十分二十分，怎么也不是活着去了，是吧？对。但是我们愿意多叨叨叨叨这些个节目呢，让大伙都听听，展示啊，告诉我们相声还有这些节目。嗯，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正式的说一点于老师家里的事儿。哎啊。合着刚才不是正式的还。哎，这因为大伙儿太了解于老师了。啊，就是。每场演出如果不提点于家的事儿，总觉得意犹未尽。哎、啊、也就是您普及这个。其实我也是爱说这个 啊，因为说别人家的事不好玩。哎，我们家好玩。感谢于氏家族为中国相声界提供这么多的素材。哎、感谢朋友们啊，嗯，送了这么多的礼物。是花。啊，这个给于老师的菊花这是。嗯。真是无以为报，要不你躺这儿啊？我这躺鲜花丛中了，我这。谢谢。嗯，以后千万别花钱。是，真的。这个如果非要送小礼物的话，就送给于老师就好。啊，就给我。别人，因为于老师喜欢这类小玩意儿。什么小玩意儿？就反正啊，对，谁要是愿意送点电器之类的，他是最开心。不要大件的啊，啊，小件送一冰箱、冰柜，他也不稀罕。哦，小玩意儿，手电筒。嗯，剃须刀，啊，就这类东西他喜欢小电器，因为他这个人特别的时尚。啊，在我们后台来说，你看第一个玩微信的是他。啊，别接着说了，您说一遍得了。我怕他们忘了啊，记着呢。第一个用苹果手机的也是于老师。哎，这也早，那会儿我们还都不懂这个了。于老师，看我这，嗯，什么呀？对呀 ，iPhone，、嗯、不认识，划开了，嗯，啊，就一键通讯录，啊，哼，这视频，对，这音频。有这设置，您这，嗯，飞行模式，哎，这最高级，嗯、我疯子，我是，我这么试飞行模式，摔得稀碎稀碎，那还不摔碎了？拿个塑料袋都装好了，都烂了，我去修理了，再见。哎，我还美呢，到那儿了呗？那个，看看我这个，嗯，哎呦，于老师啊，我认识，嗯，什么呀？哎，都不认识了。苹果手机。嗯，我试飞行模式来着。哎，别跟人说这个。哦。嗯。啊，特别成功吧？哎哎、一瞧就成功了。您这个都看不出，我以为是墨粉呢。至于不至于？请我们经理跟您说说吧。找头吧。经理出来了。嗯。二十来岁一姑娘。女孩。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是啊。没有这么漂亮的。啊、哦。美艳无双。呵。啊。哟，于老师。也认识。哟，太喜欢您了。嗯。我是您的粉丝。哦、什么事儿啊？嗯，这递过来了。嗯，什么呀？嗯，我试飞行模式来。别跟人说这个，丢人不丢人？哦，太成功了。嗯，那个这样吧，那个您这摔的也太碎了，我们鉴定一下、嗯，如果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管。好，都看不出来了。明儿下午四点您再来吧。再瞧瞧。转天下午四点，于、嗯、老师就来了、哦，女孩等着他呢。嗯，拿着手机、嗯，您那个外壳实在是弄不上了，摔碎了，给您换了一新的。哦，然后那个里边还能使啊，啊，您先用着吧。是，如果说要是有问题的话，您再找我来。先凑合。这一递过去，于老师一接，觉得不对劲。怎么了？手机底下有一张纸条。哟，啊，姑娘的眼睛好像会说话。嗯嗯，嘿，于老师这儿、嗯，哎，至于吗？我傻小子是怎么着？不是，就能分出俩人来吧？啊，那太表情太夸张了。啊、分俩人、啊。嗯嗯嗯嗯。哦嚯！这分得太清楚了，想给弄得好一点啊！行了，外边看去。哎，哦、跑出来找一旮旯啊，手机揣好了，把这纸条打开了。写的什么？我非常喜欢您，于老师。哦，这是我的手机号码，您方便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吧。啊、我要干嘛呀？哎，那姑娘来了。哎、傻了？那是。当时顺脖子汗流啊，心噔噔跳，没经历过、啊、这是我们后台的正人君子，那是真的啊！啊，从来跟女孩说话脸都红，不好意思，人生中第一场艳遇，是，这是真正的正人君子，那是儿子都不是他的，那哎，没听说过，是啊，当然了，他后来认下了啊，这一直就是啊，嗯，哎呀，可是这个事儿一想，闭上眼琢磨，哎呦，这姑娘太漂亮了，好看，人不三俗枉少年啊，是有这句话吗？出去找一个酒店开房，哟，真要开房，喝出去了啊！找一快捷酒店，哎、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
你等会儿吧，还五星级快捷酒店。这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这太缺德了，这名字喝出去了。我于谦今天喝出去，真干这事儿，噔噔噔噔噔迈步进去，哦，奔大堂，嗯，把身份证摔在柜台上，开房，干嘛嚷啊？我要跟女粉丝睡觉。哎，让你喝，这不至于的，别拦着我。这谁拦着你了？知道吗？啊。我于谦啊，是我就完了。知名相声演员就别提了。我师父师父宽说这干嘛？中国铁路文工团国家一级相声演员。他的电话是幺三八。等会儿，我丢人非丢云似的，是怎么的？开房，开房，开房，要最贵的啊，最贵的，越贵越不嫌贵，就开最好的。前台这姑娘都傻了啊，多少钱？48。哎嗨，我也没上什么好地方去。他急了啊。真是还有便宜的吗？嗨，我不去好不好？便宜的还有没？没有没有，就是都是48，这就可以了。掏出50块钱扔这儿，找钱，就别丢人了。50块钱找2块钱，找钱，找钱啊！啊，这行了，揣好了啊，拿着钥匙啊，拿着拖鞋啊，拿着脸盆哟，拿着暖壶，走，这自备呀、啊，这东西。我这干嘛受罪来了？我你看这房号，地下三层。啊好嘛，我住地印子里了，下来了啊，太黑，蜘蛛网，哎呦呵，有日子没人来了，这房子是我的，看出来，放下盆啊，暖壶，拖鞋，马扎，哎，全带着呢，开这锁，还这么开呢，哎呦，扑啦啦，扑啦啦，扑啦啦，这是蝙蝠，嚯，我进了鬼屋了，是怎么？有人吗？屋子还没人，拿脸盆啊，拿暖壶，拿拖鞋，太好，进来，全吧，把门关好，好，插上插销，嗯，放下盆，放下壶，放拖鞋，也太细致了，坐在这儿，嗯，哎，嗯，掏手机，哦，这女孩发短信，告诉她呀，我是于谦，嗯，我非常喜欢你，是，我现在在五星级快捷酒店地下三层，哎呀，拐角那就是我的房间，哎，请你马上。哎，一摁发出去，群发。嗯啊，这错误也犯呐！我的天哪！啊，我这给谁发了我？那哪有准啊？这谁会收着？没谱。谁会给我？哎呦，回来了。谁呀、啊？对门邻居大姐。她说什么？老公在家，明天行吗？嗨，谁约她了？又回来了。这个呢？家里的保姆。她说讨厌，才想起我来。这都不挨着。又回来了。这个你表嫂。她说什么？马上就到。哎，嚯！急性子又回来了，这谁呀、啊？说相声的岳云鹏，他说什么呀、啊？于大爷，我喜欢你好多年了。哎，这，这个，嘿，有行家啊啊！于老师拍的哦，好，这有恨我的，有恨于老师的啊。嗯，这个。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啊。嗯，要是有累的或者住着远的呢，各位就可以陆续的，对，回家就回家。可不是，反正你们走了之后呢，我们会说点更好的。哎嗨，这是让走不让走啊、嗯？这个很正常。嗯，许人家来就许人家走，是这不能拦着，是吧？因、为门口我们有保安都盯着呢，是吧？哎，哇，谁走都拍下来，然后发微博。好家伙，我这刚说完那就站起一个来啊！啊，对，回来。上洗手间啊！姐全知道、希望你圆满成功。废话，谁撒尿不得圆满成功啊？这方面您是行家，您喝过。哎、这个玩笑说相声就是理儿不歪，笑不来，可不是？是不是啊？嗯、在我们这行业里边，于老师这份儿的又好，真的真的啊，不是我捧您啊、嗯，玩笑说玩笑，嗯、跟您一块儿长知识长能耐。您又客气了，哎。说的是真的，是啊、嗯，在我们这行业里面来说啊，嗯、综合素质这份儿，哦，综合素质好，呵，钢琴也行，好，弹钢琴啊，小提琴啊也行，好，小提琴，哎呀，啊，我这打长白山上下来的，我伐木头的动作这，这个挠小提琴挠的可好了，挠小提琴，那叫什么？拉小提琴，说相声哪有能拉小提琴的呀？啊，只有人家。我行，拉的是真好，嗯，真的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我听这词儿怎么那么别扭啊？
什么叫有史以来拉的最好？你大伙说说、啊、你是不是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我这也看头天吃什么、嗯、哎，咱就不能说点高尚的话？废话，你这往沟里带我吗？这我说的是拉琴。我说也是拉琴、嗯、我还以为拉琴呢。嗨、哎哦、早说拉琴多好、哦、感情拉琴呢、啊、贫不贫呢、啊、这你是一演员、啊、拉琴拉得好，有史以来拉得最好的、嗯、是真好、嗯、我特别有一个由衷的建议。什么呀？你要好好活着。哦，那谢谢您。真的、啊、哥俩合作这么些年了、嗯、你说有一天你真走了马路上咣叽扔那儿了、嗯、压到车打你身上啊，那我还得起来等宾利、啊、但是我也很担心。怎么？万一你要在宾利的专卖店门口怎么办呢？嚯，我非死那儿不可。就是啊，嗯。但是我说归说，其实我承认，嗯，你肯定能比我活的岁数长远。哎，您可不能。真的啊、嗯，他太爱惜自己了。是，一个礼拜有三天体检。我这是勤点了吧？这个隔一天一去，老去。你要说一年来两回，有情可原啊。那是啊。他一礼拜一三五准去。哦。全面检查，搞 CT 啊 X 光，反正能查的全查一遍，全去，全查一遍。你这个不容易啊，那坚持下来也真不容易。大夫也都认识他，那是老去吗？都认识他、嗯、下个胃镜，下个肠镜，嚯、哦、难受着。那是，我不是哪位您查过啊，嗯，查下胃镜下肠镜不舒服，嗯，但他没事，我习惯了，每次去都特别开心啊。大夫啊、嗯、哎，大夫，哎，我干嘛那么天真呢？我、检查就检查吧。大夫也高兴啊、哦，于老师又来了啊，都认识我。准备，准备长镜吗？啊，准备就把裤子给脱了。对，于老师特别，嗯，也不是有什么可美的，嗯，全，还全脱，我穿多少层啊？我穿全脱了，脱啊脱啊，内裤。我还晾在这儿，你大夫就别走，晾什么相啊？跟着，去，他到了，还是的，有一小床啊，侧身躺着，做肠镜嘛。旁边这儿有一个电视似的，是胶皮管子接下来、哦、接在这头上，哦，进入身体内部，嗯，通过这个显示器看你肠道里边长没长什么东西啊？是，比如有个什么小瘤子啊，有个息肉、啊，当时就能做手术，哎，很简单，啊、来摁着，摁着，护士摁着。于老师，哎，别摁着，别、啊、不用。哦，大夫啊，嗯，流氓啊，这大夫。手还真重，是往里边顺这管子。得看、啊，看着电视，好，非常好啊、嗯。您别说，您是真在意自己。那当然。其实您大可不必每天这么查。哦。您看您这个肠。怎么了？怎么看见舌头了？哎哎呦呦！哎呀，这大夫手太重了吧？这个再使点劲，看见窗户外头了。您这，哎呀，非常好，还好呢。然后听，来，啊，给他转过来，调过来，干嘛？那床能推？哦，转过来，张嘴。干嘛？还是这个？再来一胃镜啊？做反了，您这个哎、啊，哇，好干净哎！哎好，我这给消毒来了。好了，没事，起来吧。这儿起来了、啊，谢谢大夫。哎好，捅着嗓子了，吃咸了这是、嗯。没听说过，这屋那屋那屋化验，嗯、啊，到那屋化验，开单子，嗯、啊，这谁都看过病是啊，验个尿，验个大小便是吧？啊，这哦，于老，给、嗯、拿走，拿走，写的字太草了。哟。把验尿给写坏了，写成什么了？验屁，这也太粗心了。于老师跟门口愣了、嗯、我琢磨什么呢？验屁、嗯、可能是检查上呼吸道。没听说过，你怎么琢磨的？这是怎么查是他的事儿啊？问题是我怎么递给他呀？这话也对呀、啊、回家干嘛？跟媳妇儿商量商量，跟他商量呢。行，你回来了。嗯，回来了。查完了吗？没有。啊，没完了。大夫让验屁，还介绍呢。让他验呢。
没有，多新鲜呢！等会儿吧，啊，媳妇儿聪明啊啊，厨房大铁锅坐在火上，哦，炒黄豆，黄豆，五斤黄豆，五斤，炒完了吃，啊，真听话，啊啊，嚯，吃完了，吃完之后喝凉水，什么主意这都是？大碗的凉水，吨吨吨吨吨，五斤炒黄豆，啊，配上凉水，嗯，列位，您都是有科学知识的人。您就说吧，都起了化学作用了啊！半个钟头，媳妇儿出来了，嗯，有了吗？有的是。哎，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呀？这来个瞧瞧，没听说过，拿不出来，可不是吗？我都不敢站起来啊！我估计站起来，我能跑到院里去。好家伙，改窜天猴了，我这后坐力太大，至于不至于？估计我一起来得跟小火轮似的。好嘛，媳妇说这怎么办？得想着给大夫送去。怎么送啊？想起来家里头有气球，这干嘛？过年玩的气球。怎么用啊？气球那头装上一个小主管，哦，找那个通的那个啊，中空装好了。媳妇来这个吧。啊，这怎么？于谦儿，啊。跟那大夫一学校毕业的是怎么？走你！嗯，哎，我媳妇儿也会这个。哎，给给于老一使劲，你看这气球，哦，哎呦，嚯，哎呀，砰！现在就爆了，这屋都看不见人了。好家伙，伸手不见五指，至于吗？哎呦，把媳妇儿吓坏了啊！快去请如来佛祖！什么乱七八糟的？四十分钟啊，尘埃落定，哪儿那么些土啊？两口子对脸坐着，脸都黑了，那是熏的呀。于谦摸过一根牙签来啊，别剔牙了，崩嘴里去了都。你这屁都塞牙？哎，这没听说过，哪是屁呀？ 啊， 啊，勾点芡就是屎啊！哎呵，您这玩意儿太恶心了，知道吗？这不像话，找大夫去，可不得问问他们。两口子找大夫，啊，你看看你写的什么玩意儿。哎呦，对不起，于老师，写的太草了，还是验尿啊？对不起，对不起，您是我们这常客，您别恨我们。嗯，拿一小塑料碗出来了，哦，白色的塑料，这么高。哎，这就对，出来了。嗯，到厕所门口，媳妇说：“去吧。”啊，不行，怎么呢？我得先来大的。哦，这黄豆下来了。哦，我这消化也太快了。媳妇说：“那去吧。”啊，碗小点了。也是，这哪装得下五斤黄豆？就这个不成比例啊！就别说了，一回头啊，厕所里有那纸篓，纸篓。于老，我来这个吧，换容器，拿纸篓进卫生间啊。媳妇在门口等着，就听里边叮当，噔当个令当个令当。哎，我拉出一副板来，嗯，二十分钟出来了啊，端出来了，杠尖儿杠尖儿。哎呀，什么都说呀，您出来了。嗯，医院里还有别人呢。那是啊。呼呼，哦哦，哎，这好，都闪身。他也很尴尬啊。怎么的了？就是怎么的了啊？你们问问去。怎么？我是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哎，是。后来啊啊，哎，行了行了，您这还上下本的。我可爱说于老师这类故事啊，真的就说这个我能说十来天啊，我受得了受不了，我一定找机会把这些都给您录了一块儿啊。您机会挺多的啊。其实有人说这都是真的吗？啊，列位您真行。啊，真能是假的吗？啊，全是真的，合着半天全是真的。你说哪个是假的，对不对？哪有真的呀。嗨，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倒是，这是最重要的。嗯，啊！刚才好多人喊着于老师唱一个，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嗯，可以。嗯，什么叫可以？那都是你的观众，观众是。啊，嗯，啊啊啊！好好，啊，你看看，说你让你唱什么爱听板啊？啊，喊了半天让你穿一裤衩啊？谁说的？于老师一般是犯了重大错误的时候才动板呢。啊，所以这个你
你喊出人是黄了，他也不会答应你的。但是有人喊一无所有，这是老观众，知道于老师一无所有啊。大腰在冬季啊，大约在冬季得说老师我的作品啊，您唱，我会好几首这样的一样一句的歌。那您唱唱啊，你看这很、啊，你看我一说唱这走俩人，嗯啊，不，圆满成功，哎你，会成功的，啊、会成功的啊。您唱。我先来，你先来。您呢？我那都不够整段的、嗯、就唱几句。先唱一个大腰在冬季啊。好。轻轻的，我想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有意思吗？我还会唱一个那个，嗯。你爷爷我小的是这词儿吗？就在这里，没听说过，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还是我怨我嘴欠。我还会这个呢，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出沙滩，嗯嗯，唯有椰林缀斜阳啊，这是一片海蓝蓝。什么味儿的？嗯，这样二人转我都会，但是跟于老师没法比啊，人家正经在歌厅做过服务生。哎啊，没干过。他后来不承认了。嗯，嗨，你们点吧，点得出来了，于老师都能唱。好家伙，一无所有，都那么爱听一无所有。你们就不能换个新鲜的吗？什么？加菲猫？这是歌吗？这个哪有这么歌啊？假行僧最炫民族风啊！啊啊！啊啊，这个你们难为他了，最炫民族风，我这也纳闷了，怎么这歌一火了以后，这个微博上全是劝我们俩，让我们俩唱最炫民族风的。好，这歌09年就有，那么早，今年井喷了啊！哎，好，大红大紫，一下火了。嗯嗯，你会这个吗？我，你要说不会，也瞎说，但是就会唱。你要会，你就给人家唱。这歌还真不太熟，我就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什么来了？哈，什么什么什么啊？没感觉啊？你来，我这歌真不还是宅您会的吧？好吗？咱还是宅我会啊。嗯，什么？好，一无所有，喊这个去。哦、啊，错，就是看这姑娘，我就一无所有。哎，对，这就是穷横，知道吗？他逮着理了，他还啊，好吧，这您的粉丝好，您想全场好几千人，有仨您的粉丝，多值得骄傲。哎，这会儿你带他们仨走啊，哎，走远远的啊。哎，我们一无所有，你四个一无所有的人，来吧，来，一无所有啊，还是、啊。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就这么几句，谢谢各位施主啊、施主，请继续点歌。没听说过，您该唱了吗？啊，我唱一个啊。他听歌词啊。哎，对，你的粉丝现在投靠我了。你还剩俩人，这回行了，出去一边站一个啊。谢谢吧。嗯，唱一太平歌词也行。嗯，唱一什么呀？咱们双截棍啊。这真是行家，这传统曲目双截棍，哎，还传统曲目。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咿，什么味儿的？有意思吗？我可爱跟他们逗着玩了。什么？白蛇传？哦，哎，对，这还有什么？啊，单刀会？好吧，我看啊，还喊救命的。哪有救命的？后边那男的干嘛了？哎，我去救他吧。啊，也不用。啊，刚才喊《白蛇传》的居多。嗯。什么？
你才是呢。他问我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好吧，谢谢。你看，也就听相声，你能这样？对呀、啊。交响乐，你要这样好，门口树上就绑满了人了。不至于那把保安累坏了，得搭出去啊！没这罪过。好，刚才唱的是《太平歌词》。完了，这就。你别提醒。这，哎，我真听是吗？这个《太平歌词》是相声基本功。嗯。啊，都就行家啊，这说《太平歌词》，他提京剧啊。你的粉丝，我给你们唱一个九里山吧，好吗？哦、新段子，九里山是太平歌词带曲牌的啊、嗯。嗯，其实特别累这段。嗯，头里是太平歌词，中间是军乐歌，哦、后面是田派西和上板。嚯、哦，这特别累，尤其这两天感冒啊、嗯嗯，待会儿唱着半截，嗓子有点一痒痒的，一咳嗽，你们就鼓掌。嗯，这样咱们都好看，好不好？嘿好。真有主意，还真灵。你老是让我特别的激动，真的啊！人家捧角、捧演员、追星，都找那个高大威猛小帅哥。嗯，你说我这么一个人，你们至于值吗？你们这样做真是的。你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半天冷月。赵军门吊灯无声夜色魂兵败盖下穷土恨霸王项羽困在了山林楚重重醉卧在黄罗帐身背后闪过来虞美人一轮明月照在当空秋风送过一片歌声凄凉凉好不伤情青衣恋步走过帐中立身月下仔细听大师去恐难成恒大师去恐难成这玉姬精神慌乱身体发威撕肝裂胆面如灰灰帐中只见霸王已然寒水向前来连声呼唤热泪双垂除霸王猛然间惊醒立创位问玉姬你因何如此的伤悲玉姬说我军已然溃不成队他们一个个撇刀扔枪弃甲丢盔看起来父亲们从此难聚会为了怎么能够身败名裂化成了灰身欲弯把项羽的宝剑抢在手内冷森森双锋利刃放光辉咯吱吱自刎咽喉血溅帐内楚霸王顿足捶胸咆哮如雷面对着心爱的玉姬落下了眼泪大吼声我定把刘邦挫骨扬灰除项羽孤身作战毫无惧畏你看他整装挂件头顶盔甲宁枪随上马无追除英雄之还有周兰计步钟离位依然是执迷不悟把项羽跟随霸王的子弟兵不知进退恰好死风雨咆哮乱花飞死周萧推翻了霸王八千子弟队扶将自刎丧了英魁好谢谢、谢谢岁数大了、底气不如小时候了、歇会儿啊谢谢哎就回来这真歇会儿歇会儿回家躺会儿去、就这会儿尽量多听啊这等不了到八十来岁想这么干就干不了那唱不动啊唱不动受不了了到那会儿坐着唱哎来双排的轮椅给你俩推上来那会儿是得坐着运高至于运这么多高啊谢谢各位啊刚才有人喊叫小帆嗯叫小帆不容易谁出的主意了今天咱们是别开生面、请于老师演唱这个啊这您别鼓掌
这个条件不行，嗓子上不去。咱们这样，咱俩人合作。这怎么合作？好吗？毛病不在我这，毛病都在你那儿啊！你起多高，我顺着你那再往上来，咱倒要看看具体有多高。因为这个是《四郎探母》里边的一个嘎调，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本宫喜新鲜，站立宫门叫小番。也有的流派唱是扭回头来叫小番啊，但最后叫小番三个字是八度的唱腔，是最高的。咱俩合作，您唱前边，你把叫小番甩给我，你看我要多高有多高。我您嗓子是挺好，我知道啊，嗯，但是您这说法有点过于拖大了。哎，这个点儿了，人这么些人都没走，咱们得对得起大伙。当然了，合作十年了，师兄弟，你能害我吗？你能弄得齁高齁高吗？我能吗？您说，还是大伙儿了解我，因为这损。真的，您说的，你闲着也闲着呗，是吧？好吧，好吧，哎，我可，您可往上翻啊，那错不了，我上头了啊，嗯。也别太高，您放心，有您这句话肯定。听着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着本宫喜新鲜，站立宫啊门，真好，疼我干嘛？哎，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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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接这个，再来，再来，我觉得你唱低了啊。低了，唱着不舒服。您先把这接上去，来啊，听着啊，给你唱最后一句啊，站立宫啊门，把大清堂交响无法。哎，没听说过，别跺脚了，没啊，行了，有吧。累是真 累，往下甩腔啊。对呀、啊，往上翻。我说的是八度，我说低八度，没听说过。京剧早先没这个戏啊，这个戏是从河北梆子移植来的。哦，那儿梆子的叫小番，响彻云霄。哦，学一黑梆子。哎，您唱成这个，梆子是这么唱的。嗯，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喜新鲜，站立宫门叫小番。